书给大家看。这个故事是讲一群流浪狗的故事。因弟弟失乐，因弟兄流浪，不过因一直在敲锤，因在敲锤一个会当安稳生活的所在。因在敲锤，敲锤一个会当真心疼惜伊的主人。这群流浪狗的性命，因为疼，一直改变。这群流浪狗的生命，因着爱，他们得到了改变。亲爱的朋友，你的生命真的也可以依爱改变。从小就爱恶作剧，不会咬过男主人的东西吧？
咬坏女主人的高跟鞋，很坏，咬坏小主人的作业本，超级坏。可是有一天换他被恶作剧了。那天主人搬到新的地方，只有他被载回垃圾场，活该。我还能去什么地方？黑手帮，黑手帮，黑手帮，没有人玩黑手帮，也没人理黑手帮，微笑微笑，只好自己撑一帮。黑手帮，黑手帮，四海为家最奔放，自由自在没人挡，自主人在身旁，但却在有黑手帮。我是李迪，最活泼的八哥犬。我是白狐，最聪明的老牧羊犬。皮皮的主人每天都会带他去公园玩，可是皮皮总是忍不住去追松鼠。有一天，有只松鼠跑得好远好远，皮皮一直追着它，就再也找不到回家的路了。白狐在主人的训练下，从小就得到狗狗飞盘比赛第一名，狗狗跳高比赛第一名，象棋比赛第一名。可是每天训练实在太累，所以我才溜出来。哪里有人陪我玩？哪里能够没人管？黑狗帮，黑狗帮，黑狗帮，我们还是有梦想，只想主人在身旁，给我梦给散了，让我赖在他身上。梦想只能是梦想，现实却是在流浪。没有狗是个沙发，只有跳蚤和垃圾场。黑狗帮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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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天地笑我最撒谎，看不顺眼通通抢，眼睛可好亮，黑狗帮来快躲藏。甚至连名字也从来没跟我们说过。他既然能够那么黑，就代表他流浪的够久够厉害，而且他总是会很酷的说，只要是狗狗我都会保护。耶，所以我们都叫他黑狗老大。谁在哭？伤，可能被主人丢掉，或是丢掉主人了。就是走失的意思啦。哎，这不是刚刚那只小白狗吗？我那么厉害哦，叫两下就哭成这样。哎，没有开玩笑的啦。小朋友，你叫什么名字？我是小白。小白，你闻得到回家的路吗？不知道，我是坐车来的。我当年就是坐主人的车到这里把我丢下来的。过去了，都过去了。被丢掉没有关系啊，没有人管的日子更开心。你就加入黑狗帮吧。哪有，还是有主人比较好。才不会呢，主人都要求好高哦。那是不好的主人啊，又不是所有的主人都是这样。你们好吵哦！我不是被丢掉的流浪狗，我是迷路才找不到主人，而且我的主人是全世界最好的主人。真的吗？你和他们想的不一样，也和我想的不一样。当我做错了事，你仍选择用爱原谅。你来路，我也不害怕，你会停下脚步，等我一步步赶上。犯了错，你从不失望，你还是看顾我，给我无条件接纳。你的爱
马的主人呢。不信就算了，哼，我要去找到回家的路。你记得你的家在哪里吗？不知道，我只知道在日出的方向。日出的方向？太阳在这边。啊！好痛哦！你怎么可能自己找到回家的路呢？更何况附近还有偶一古狗队。可怕哦！他们会把你抓到狗狗监牢哦。偶一古狗队，小心随时会出现。偶一古狗队，一只两只三只，没有主人的抓到笼子里面。大大的笼子，大大的笼网，是有陷阱的地方。红红的雪橇，红红的古狗队，慢慢接近了。心随时会出现。偶一不够对，黑的白的灰的，没有主人的你要跑快一点。就像这个声音吗？对，但是不同，我们来了，抓住这群野狗。小白的主人怎么可能同意嘛？可是他说他
保护所有的狗狗啊。你太天真了，主人都只想管我们，根本不爱我们。对，因为主人爱我们才会管我们啊，不然没人管的话不就和流浪狗一样吗？可是他们有很多规定很不合理耶，像是规定我们要洗澡，要洗澡才不会有跳蚤啊。其实我有很多跳蚤啊，我还有狮子，你看在这里好大只哦。他真的会收养我们吗？嗯，只要你们愿意的话。我不相信有这么好的事。这样好了，我们用表决来决定，想去小白家的请举脚。假如他是好的主人的话，我愿意试试看。我也是。我想先去看看我们的个性适不适合再说。我不相信，我不去。可是为了要保护大家，我会跟着你们一起去。耶！在一路上，大家要慢慢改掉流浪狗的坏习惯哦。没问题，只要不要管我追松鼠，只要不要叫我洗澡，只要不要管我，我不会改变的。哎呦，这还是跟流浪狗一样啊！可是我就是不想听别人的话。我也自由惯了，我真的很想追松鼠嘛。有主人也会有不同的快乐与自由啊，而且我们可以慢慢练习啊，说不定你会很喜欢改变之后的自己哦。好吧，顶多我再回来做流浪狗就好了，这样也不吃亏。小白，你说你主人家是在什么方向？日出的方向。好，我们出发。是。抬起头朝太阳前进吧，迎着光就不会失去方向，就算夜里迷了路，相信终究会天亮。太阳升起的地方，我要快跑前往回家，回到你的身旁。我去超市借狗食回来给大家吃。我去拿附近餐厅的食物来。不行，偷别人的食物吃是不对的。可是没有东西吃该怎么办？我也不知道。有人来了，我来试试看。哇，好可爱的狗狗啊，你该给你吃。这我也会。这只狗又老又丑，不要给它。没关系，大家来吃我的吧。哼，我以前被人养的时候可是很漂亮的。抬起头朝太阳前进吧，迎着光就不会失去方向，就算夜里迷了路，相信终究会天亮。大家先睡在这吧。哎呦，好痒哦，我睡不着。你只要习惯脏乱的生活，就可以睡得着啦。假如你习惯干净的生活，就会睡不着的。哼，我才不要为别人改变自己。那我们去河边洗澡，顺便玩水。我要去。我也要去，好久没有洗澡了。好吧，那我去玩水。原来我可以那么香哎，你闻。喂，你们看，那是谁？不认识，是我。黑狗狗啦！天哪，太夸张了，它变成白色的嘞！因为我流浪太多年都没有洗过澡，而且我原本的名字叫做白白。
去逛吧。是。你看，给你扇。怎么样啊？他们觉得我这只老狗很可爱哦。有松鼠哎，大家让我去追它。我不可以。我忍不住了。抬起头，敞开那前进吧。失去方向，就算夜里迷了路，相信终究会见亮。在那神奇的地方，我要快跑前往回家，回到你的身旁。有猫咪，让我去追它。忍住，忍住。一步一步朝着日出的方向，只要开始永远不怕赶不上，一步一步朝着日出的方向。大家休息吧，我好想小咪哦。你记得我们以前黑狗帮还有好多狗吗？都被捕狗队抓走了。假如我们有主人的话，就不用说再见了。嗯，我希望再也不要和你们说再见了。黑狗老大，不，白白老大，为什么你好像比小白还认识路啊？我也不知道哎，就觉得附近好像很熟。你好像遇到小白之后变得越来越不一样了。也许他让我想到以前的事。以前的主人吗？嗯，我会变成流浪狗是因为我曾经咬过我的主人。啊，你咬过你主人？那个时候我吓坏了，我觉得主人绝对不会原谅我，所以我再也不敢回家。你还没有睡觉吗？嗯，宝宝，小白会不会再也回不来了？我相信他一定会回来的。可是你以前不见的那只狗等了好多年都没有回来。但是主人永远不能放弃希望。嗯，你救的那只狗现在还好吗？好多了，他那个时候受了好严重的伤，还好遇到了我们。今天是圣诞夜，说不定还会有别的奇迹发生哦。你去哪里了？有没有受伤啊？
那我也要准备跟你们说再见了。啊！那群野狗在这里！狗狗怎么办？爸爸，爸爸，爸爸快来！这群野狗现在没有地方可以逃了。等一下，你们做什么？你们在抓流浪狗啊？他们。你们不准抓，他们是流浪狗啊！不是，这只是我以前不见的狗，我终于等到它回来了。我知道了，小白的主人也是白白的主人。什么？太夸张了吧！一次两只狗找到同一个主人，好感人哦！算你好狗运，那我们把这三只狗抓起来吧。完蛋了，我们真的要到狗狗天堂了。他们也是我的狗。什么？这些都是又脏又臭没有主人的流浪狗啊。他们不脏也不臭，而且从现在开始我就是他们的新主人。哼，好吧，我们不能抓有主人的狗。你不一样。
是孤单一下下，但一个家，幸福的家，就是永远的快乐天堂，就是永远的快乐天堂。从此之后，每只狗都有了不同的发展。小咪成了一只英勇的看门犬，替主人守着家。有我在这里，小偷强盗不敢来。Lucky 成了宠物美容比赛的冠军。不好意思啊，要签名请排队啊。来福成了狗医生，常常去医院陪老人。老狗陪老人正好，而且我还可以跟他们下象棋。我变成了一只导盲犬，每天带人去探险。而小白与白白则是每天陪着主人与小主人。这里就是狗狗天堂。忘记背后，努力面前，今天开始不再一样，一个微笑大家都好，一句赞美世界的美。因为这生命的培育教育，
这个社会真侪人需要被更多人互相陪伴，少年的爱人陪伴，老的嘛需要人陪伴，我们彼此也都一样。咱今仔日是请这个彩虹妈妈，事业的第二个礼拜，咱们请咱教会另外一个师姐常常上电视，但是我们不止上电视，我们还要在我们自己的教会。事业的第二个礼拜，让他请范医师来传递组织信息。因为家阳都有结的团契，亲密团契，做得很好的生命的装备。那啥来记得？先来祝兄弟，何等的美妙！你真的那么爱我们世上的每一个人，爱到把你的独生子耶稣基督赐给我们，他成了圣诞节的礼物，他竟然被钉在十字架上，用伊的疼，用伊的牺牲，真侪今仔日改变世界上大的困难。最后说，我多谢你，你今仔日我们有一群人愿意在这里，因主的名被差遣，工作啊。我愿意，我们愿意眼观短短的生命，成为服务别人的。很多时候，我们都成为被服务的对象。我们恳求上主，真的也呼召我们，打败几百高几天告回，我们都愿意被呼召、被装备工。我愿意，主啊，我愿意，我在这里请差遣我，我们也愿意出去。我们要来服务永福教会，我们要来服务永福教会这里面的每一个弟兄姐妹。因为爱，我们不孤单；因为爱，我们有更多陌生的朋友成为我们熟悉的朋友。兄弟，我感谢你，今天我在这有小朋友，有中年，有中年，有老人，有青年。我们真的是希望爱能够连接我们，成为一个合一的大家庭。我安尼祈祷感谢，主耶稣的名。阿门。来，各自吧。Yes, I'm sorry.